追着生存。特别好的不练这个东西，你找人练也不练。三十能熬到个头。你考出去了，参加工作了，完了有媳妇了，熬出来了。你看你妈也治不好，你爸还有病，谁管你？咱家就这个条件，咱都得争口气。我就遗传你跟我爸了，就不是学习料。拉倒，我就应该琢磨点别的。你俩都跑都跑不起了，没钱了，我给你找回来了吧？既然父母给不了你什么，咱们就得靠自己。自己选择的路，你跪着也得走完。我们没有什么太科学的训练方法，也没有固定的训练模式。水蛇腰 S 晃，迈十三，张博也把他顶上顶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讲人博尔特那个摆运那个动作，看你那个臂摆的，还有那腿抬的，原理我也说不明白。我就知道这么练才有效果。人家跑出波浪来。让他下回见着你嘚瑟，一上来就他妈随心所欲了，按自己的想法整去了。要想带个玩，自己彻底回家，给他吃这苦干啥呀？别不服，没不服，今他妈的哪天半路夭折了，我也甭太理智呗。说这话啥意思？你们既是对手，又是朋友，好几天你感觉到很不该，为啥不提前走？我是担心将来这个骨头吧，就长上以后，我也怕你跑不了。明天比赛参加不了了，我不甘心呐。孩子们，也挺不容易。为了能上一个好大学，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份梦想。明天要是不受伤的话，还真不一定 CT。没有长时间训练，没有大运动量，根本跑不下来。告诉你，这叫男人的速度，比刘翔还快呀！刘翔20公里根本不是我对手。中国的长跑看你们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郭晓霞真往死里猛，业余跟专业干，永远都输啊！全国的田径水平基本上就那样，你们要跳不出这个圈子，还是白扯，还是被人家给淹在里面。今天我得把这冠军拿下来。这次比赛呀，取得一个好成绩，竟然能上高中来，我很有信心。第一步的目标就是全运会的冠军，而且这个比赛跟升学挂钩了。之前咱们得把等级证书拿到手，可能就以这么一次机会。喂，